班长，咱们暂时集合完毕，请您指示。我已经不是你们班长了，继续训练啊！班长，你永远是我们的班长。大家说，是不是？是，你永远是我们的班长。石青，咱不是说好的吗？你别为难我，这又搞突然袭击。那好。 那我们就鼓掌，一直鼓，到班长，咱们讲话为止，好不好？好，班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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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团结。信任。勇敢。勇敢。胆儿大。不能太重。张小五，他刚才回答对了，是信任。要充分的相信你的团队，信任你的战友，这在战场上是生存制胜的先决条件。什么是战友？战友就是在战场上，你们可以放心的把背后交给他的人。如果在战场上，你的背后出现了敌人，那只有一种可能，就是你的战友已经牺牲了。